思炫、叶欣瑜上台一鞠躬。相声最初只有一个人说的单口相声，是爽朗高亢的朗读声。叶欣瑜和同伴在表演艺术课堂中上台演练，他就是2015年总统教育奖的获奖人之一。从五岁就被诊断出恶性神经母细胞瘤，一年后并发血癌，抗病的历程至今已将近十年。而他的故事鼓舞了许多的人，特别是病友的家庭。傍晚时分，享受全家一起运动的时光，对过去曾在疗程中得全面隔离的欣瑜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在极低的存活率之下重获新生，欣瑜与家人携手战胜双癌的过程，充满着泪水与感恩交织的深刻情感。各位好朋友平安，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你有小孩吗？如果你有小孩，你大概能够体会我要说的。对父母亲而言，最让人痛心也最让人忧心的，恐怕就是孩子生病。孩子生病让爸爸妈妈很受煎熬。一个五岁的小孩，五岁不是应该像个小天使一样非常的快乐，成为全家人的快乐吗？但是突然有一天他被宣告生病了，不但被生病，他的名字如果跟莫奇连在一起，五岁跟莫奇怎么会摆在一块呢？在整个的治疗的过程当中当然很煎熬，父母亲更是如此。但是我很开心地要告诉你说，今天这个家庭爸爸妈妈带着他们的宝贝孩子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他们要告诉你的是他们走过来了。先来介绍爸爸妈妈，欢迎拓宏，欢迎景文，欢迎你们。孔牧师好。刚才讲说生病的是家里的老大，对不对？妈妈先来讲一下，他是在他整个的成长的过程，他其实从出生开始他一直都很健康，而且他也长得还蛮高的，在幼稚园里面他长得都还蛮高的，然后在他的成长过程，他也我们都很爱他，很照顾他，他也都很开心啊，没有什么，就是无忧无虑这样子的过日子。那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状况呢？就是那一天是中秋节，那我们就是要带孩子们回阿公阿妈家过节，然后在车上的时候他就突然剧烈头痛，那因为他从来没有头痛过的现象，所以我们就很害怕，于是就赶快带他回去高一挂急诊，然后挂急诊之后医院就开始做一些抽血还有相关的检查，那几天后就发现说他的脑部有一个肿瘤。哇，而这个之前完全没有迹象。其实那是事后我们查看日记才知道的，就是说其实他在幼稚园的时候每次要户外教学，他都很担心说自己想要去上一号，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你想要上一号就跟老师说就好了，为什么会有这种顾虑？可是事后我们才知道说其实就是因为他得了神经母细胞瘤第四期，那这在腹部已经有很大的肿瘤，所以不只是脑，对，连腹部都。不过一旦发现，爸爸那个恐怕是五岁哈，他自己会害怕吗？当我们带他去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很挣扎、很恐慌，哭闹不停。所以在那整个的检查的过程当中哈，从什么时候开始他需要去剃头发？在有一天的晚上的时候，在病房里面就突然癫痫发作，就为了要尽快手术，所以第一次就把头发全部理掉。像虽然那时候是幼稚园小女生，要把头发掉，那个对她也是蛮大的冲击，对，是蛮大一个冲击。那段时间她在治疗的过程里面，爸爸妈妈恐怕真的是非常不舍得。她喜欢画画，对不对，妈妈？对。听说他画了一张画让你们看了很心酸哈，是什么样的画？就是因为他癫痫之后他的状况其实就很不稳定了，可能脑压也很高，所以医生就决定说他必须待在加护病房。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次进去加护病房看他的时候，他就把一张白纸用铅笔整个都涂黑，就整个是黑色的，没有任何的图案，就让我联想到说黑暗跟死亡
很接近，嗯，才五岁哦，那个真的是。真的是很舍不得哈。那如果要治疗的话，它会有一个标准的作业流程，好像第一段是要化疗，是不是？对。然后呢？再来就是手术切除。那为什么是先化疗呢？因为化疗是为了让它腹部的肿瘤原本有七八公分那么大，嗯，那就是希望让肿瘤可以缩小，哦，这样子在手术的时候才不会说。切除到一些像其他的主动脉，是不是，或者是器官，是，是。然后再下来呢，是标准的疗程。第三个就是做自体的干细胞移植，嗯，还有第四步，对不对？对，第四步是放射线治疗。所以它这是一个，就是在一般的医院里面一个流程是这样。对，它这个疾病的流程。那时候你们打算怎么做呢？因为我们对化疗其实完全是陌生的，嗯。然后我们就尝试，就是说用一些偏方或者是中医来帮他治疗，嗯，可是都没有效果。然后小孩到最后心云是痛到每天晚上睡觉都会痛到醒来。那我就跟景文商量，就是说绝对不能再这样子耗下去了，一定要去做西医的治疗，嗯，因为之前的尝试完全都没有效果。另外一方面，其实你们也在尝试求神问卜，对不对？对，那有一次我记得就是到一家庙去求那个签，嗯，然后他在那个有一栏叫做大命那边，他就写难，困难的难。哎呦！然后后来又那个庙公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活不久了，就算他活得过今年，他最多也活不过明年的三月。嗯。对，所以我们在那一段期间，我们真的就是陷入人生的绝望。真的啊，我想那个时候对父母亲而言，其实我们最需要就是要有一个盼望嘛。知道整个治疗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只要有盼望，就可以走下去，对不对？对。这个阶段就是又再回到医院里面去，对，接受这些治疗的流程，所以又开始进到化疗的过程里面。对，进到化疗。那段时间医生怎么看？他发现心宇发现的时候已经是算第四期，嗯，也算是如果讲严重一点是癌末。那医师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不治疗的话，那可能顶多就是活半年。哇，所以我们那时候查了所有的资料，知道说这个神经母细胞瘤它在儿童癌症里面五年的存活率只有30%。出外走走，放松心情。叶拓宏夫妇在女儿心宇生病后，鲜少有这样悠闲的时光。当初五岁的大女儿被诊断出神经母细胞瘤末期，甚至已经转移到脑部，在各方因素都不利于孩子的状况下，夫妇俩也曾经在惊慌失措中度过好长一段日子。拓宏跟景文这对父母真的很不容易。当初他们得知心宇他是儿童癌症之后，他们并没有互相责怪对方。看是基因或是遗传的原因，他们就一起承担这样子的责任。然后拓宏跟景文也各自都留职停薪半年，来照顾这个孩子。我觉得当一个妈妈，当你的孩子就是生这样严重的病，我想也许会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他照顾好，对，以至于他的身体不好，以至于他的抵抗力不好，才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但是当他讲到他的孩子就是各样的指数都一直往下掉的时候，我就明显发现他一直很在意医生跟他讲的那些数字。那如果医生跟他说某某数字往下掉的时候，他会很沮丧，他会觉得说会不会是没有希望了。当然爸爸妈妈很恐惧，但是他也随时都担心说这个小孩子会失去。我那时候就有跟他讲，说这个病哈不是你要放弃，就真的可以放弃掉，哦，因为你放弃掉，他那个痛哈是痛不欲生的痛。
大家想到化疗最容易想的就是它的副作用，好，很多不舒服或者会吐啦，头发会掉等等这些。心宇的那个他的治疗的过程里面，副作用的情况严重吗？也算是严重。它不仅是就是一般的副作用，常见的吐啊，然后没有食欲，身体骨头也会痛。那它最主要的是因为当初它头部还有一个肿瘤的切除之后，然后有扩散到它的左脸颊，那影响到它的三叉神经。当这个化疗第一次做了之后，他的左脸颊就非常的痒，痒到他怎么抓都没有办法。哦，好辛苦哦！我觉得那时候才五六岁的一个孩子哦，就要去承担这些。对，那爸爸妈妈真的就是无能为力哦，又不能替他痒，也不能替他痛。对，不过妈妈心宇很勇敢，对不对？他其实他。就算他承受很多身心上面的折磨，可是他很少会哭闹，除非说他真的很害怕，而且他也几乎都不会乱发脾气，所以就是看他这样，我们就会觉得更心痛。然后在化疗过程呢，他因为食欲不好，我们喂他吃饭的时候都是一整天下来就是以口来算，他今天可以吃几口，可以多吃一口，我们都很高兴。也是在那个时候妈妈开始接触到信仰，对不对？对，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啊？其实是心宇他因为发现头部那个肿瘤之后，他隔天要开刀。那前一天晚上，我姐姐就写一个 email 跟他同学讲，那同学就跟我们传福音。他说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说他信里面有一句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所以后来在整个化疗治疗的过程中，他就常常告诉我们跟信仰有关的事情，那我们至少觉得比较有盼望。那件事情对你们是当时是很宝贵，对不对？有一个人会愿意关心。后来好像在他整个住院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教会弟兄姊妹去关心，是不是？有，因为医师他有到花莲的慈济医院去任职，所以我们也跟着到花莲，就他的主治医生。对，那当地的教会就有弟兄姐妹们来关心我们，也送了我们一些小礼物，其中最宝贵的就是新约的圣经啊。而且新约圣经里面看到说，哇，耶稣这么厉害，行神迹奇事，然后最重要让我很吸引的就是他可以医治一切所有生病的疾病。对，这个是从读圣经里面，你觉得在真理上面给你的一些帮助，知道上帝的爱，知道我们的罪等等这些。但是经历上面呢，听说你也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在陪伴小朋友的时候。有一天在医院治疗晚上了，他突然说他肚子饿，那是7:30以后的事情。那外面又下着雨，他希望我出去买热食给他吃，所以我就说，外面下着雨啊，我们对花莲这个地区又人生地不熟的，你要我去哪里买？那你又不跟我讲说你想要吃什么，我就很生气的说，好，我出去买，我如果买不到你要吃的东西，我就不回来了。结果出去总算有买到食物，可是已经，是一个半小时之后的事情。然后当我回到医院病房的时候，心宇他正在嚎啕大哭。哎呦，他就说，我就叫爸爸叫妈妈，可是都没有回应。然后他就说，他叫了好久之后，他突然想到说，爸爸妈妈有告诉我说，耶稣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神，那他就想说，好，那我就这个时候呼叫耶稣看看。结果他就呼叫了两声耶稣耶稣之后，我就进到病房里面。刚刚好是那个时候。对，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就是信主之后第一次真的让我觉得我是真的经历到神。好像圣经里面说，你说你读圣经，圣经里面说呼求主名就必得救，真的他祷告，他呼求耶稣的名就真的得救。好，对，接下来就要进到那个干细胞的一个治疗嘛。对，他的神经母细胞瘤就是要收集他自己的自体干细胞。那收集完之后，等手术顺利切除完，
然后再来就是做高剂量的化疗，然后压抑他自己原本的一个骨髓生长，然后也希望能彻底的歼灭他里面所有的癌细胞。那在做这个高剂量化疗完之后的第三四天，就把这个干细胞再输回去，让它可以长出那个血球出来。所以在这个治疗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的免疫系统会变得 很低吗？哎，几乎是完全没有了。哇，哎，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白血球大概 有可以多少？最多就是100。100啊？对，正常人应该是四千到一万，而他只有0到100。对，那几乎等于没有抵抗力嘛。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很怕感染啊。可是他这个治疗到最后还算蛮平安的，他就自己在移植病房待了28天，就顺利的移植成功。那个时候是也是被隔离吗？对对，也是被隔离。对，就他一个人在那个移植病房里面。对，他可以看到你们吗？我们只能在病房的隔离窗外看着他。第二次又知道又得另外一个癌症的时候，心里的打击，我觉得跟第一次的打击是不相上下，而且知道说要用别的小朋友脐带血来做治疗的时候，其实心里就更担心，将来他会有更多的排斥或副作用。层层关卡，无菌隔离的移植病房，馨瑜就在这里度过146天的移植手术疗程。早上6点就会在病房这里等馨瑜，然后一直到晚上11点，我才会下到3楼的家属休息室去休息。有时候他在里面，他也会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就有时候是刚好把圣经放在窗台上，然后就这样子读经。当初并发喜爱的噩耗，叶拓宏夫妇只能靠着信仰的力量陪伴馨瑜面对更艰难的治疗。然而遭遇生死关头时，窗台外的叶拓宏除了无助还是无助。拓宏真的很不容易，他当初在选择他要承担这个责任照顾馨瑜，然后在医院的时候要看馨瑜受这么多苦，然后他还要刚强自己的心，然后在移植病房的时候看到馨瑜他休克，他真的已经撇开男人的尊严大哭大叫说，主啊救馨瑜。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了解他是多么的爱孩子，我们真的觉得很心疼。然后每一次只要是拓宏告知我们就是馨瑜的状况现在这一次的结局是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心里面真的会有点会问声上帝啊，为什么需要这么煎熬。你可以想见说做移植其实是一个以毒攻毒的治疗，它会把病人的免疫力都破坏，然后你要再等等它种进去的那个免疫系统长成，这个 有空窗期，所以在这个空窗期之间它 很容易受到一些感染。我记得有一次就是移植后突然间感染，整个速度很快，他急救给他转到加护病房，赶快做把那些器官功能保护好，那个抗生素用对的抗生素赶快给，还有那一关有度过了，通常那一关 死亡率很高。终于走过完成了这个治疗，接下来有一段恢复期。其实那一年的休息，爸爸看他那年的休息的状况，就是在这一年多的治疗过程结束之后，那一年多的休息他的状况还好吗？看起来好像跟正常小孩是没有什么差别，只是说我们需要注意预防他的一些感染。有回学校去念书吗？没有，不可以，怕感染。 对， 对不 对， 对，怕感染。后来是怎么样发现那个爸爸，他是怎么样发现第二波的他生命当中的一个冲击？
第二波的生命的冲击就是他罹患了续发性的白血病，就是血癌。那会发现是因为就是我们定期的一个抽血检查的时候都发现到他的血球，就是白血球、血小板、血色素这一些，从他第一个癌症治疗完之后就从来没有恢复到正常值。那到后面发现之前的几个月，那一些血球的数据都一直在往下掉。怎么搞？真的，我们好像我们华人讲说一波未平又一波又起啊。第一次的那个治疗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又来一次。他就想说，要再走一遍这样的历程吗？对。妈妈那时候知道的时候，你怎么看？第二次又知道又得另外一个癌症的时候，心里的打击，我觉得跟第一次的打击是不相上下。而且知道说要用别的小朋友脐带血来做治疗的时候，其实心里就更担心将来他会有更多的排斥或副作用。那第一次神经母细胞瘤的时候是用他自己的，所以还好。所以我们想到说，包括听一些其他病童家庭他们讲的，我们真的对这个治疗其实是很恐慌。是，对。所以后来开始治疗的情况是怎么样？结束之后我们发现确定这个移植就没有成功，是失败的。那他一样是都完全没有免疫系统，那就引起感染。这一感染也是很莫名其妙，因为也不晓得什么原因造成他感染，那就引发败血性的休克，造成多重器官衰竭。哇，休克，那时候休克的时候你在吗？刚好就是亲眼目睹他休克，然后没有呼吸心跳，吓死了。护理人员就为他急救，我看到护理人员就拿着手压式的面气罩在为心宇急救的时候，其实我当下我就哭着流泪祷告，就是主耶稣救心宇，主耶稣救心宇。那当下其实心里面是真的痛不欲生的，因为亲眼看着自己的小孩这样子没有生命，实在是无法忍受。是，真是很大的一个冲击。尤其是你可以想到那个情况是隔着一个玻璃，孩子在里面急救，可是做爸爸在外面，我们完全无能为力。你真的只能说主耶稣救他，主耶稣救他。所以当这个孩子被救回来的时候，真的是充满感恩的。对。妈妈，她在休克的时候，其实你在上班，对不对？孩子休克，你在上班。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你吓坏了。那一天早上才七点多啊，托宏就打电话给我说，女儿刚已经没有呼吸心跳了。其实我很感谢神，就是说，在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曾经有三次翻开圣经。就看到耶稣医治埃鲁的女儿这个圣经里面一个著名的故事。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整本圣经那么厚，我可以三次领受神告诉我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那是神给我的应许。所以那一天当托宏他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在我赶往医院的路上，我心里虽然真的很心痛，但是我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因为我相信耶稣会医治心宇，像医治耶鲁的女儿，心宇一定不会死。不，之后因为这次的一个休克之后，他又需要被放到加护病房去。对，那个时候又是一次冲击，对不对？因为在隔离病房，他没有急救的设备，所以心宇他就必须要被移往加护病房去那里照顾。那其实他在隔离病房都会感染了，那到一般的加护病房更是一定会有更多的病毒细菌在那里。可是很奇妙，神就保守他这三天都没有再任何的一个感染。那他的就是败血的症状也被控制住了。在那个已经被隔离的地方他都会被感染，何况在加护病房，因为大家印象的加护病房都是重症，那对于这些重症的人在那里的时候，其实是更容易，如果要感染的话，是更有机会被感染。对。可是那三天
神真的保守他哦。对。那接下去在治疗又经历一次很大的神迹，对不对？对，我就跟医师讨论，感谢神那时候就是给我一个光照，就是让我可以跟医师讲说，那要不要把心瑜他出生的时候所保存下的脐带血先输回去，暂时让他看看能不能长出一些血球出来。这就自体的了。 对， 對，不是别人的了，自体的，对不对？對，我们还是依然要做下一次医师说的液体的脐带血治疗。所以这是你跟医生建议的、哦、对对，原本我们只是想暂时性的就是让心瑜他度过这个阶段、哦、对对，然后准备再做下一次的液体脐带血、嗯、可是竟然他植入他自己的脐带血，虽然数量上也不多，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把握、嗯、可是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他就是要用心于他自己的脐带血来救他自己，而且用他自己的脐带血，他就不需要像用液体的一辈子都要服抗排斥药。正直人的赞美是合宜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陪伴大女儿的过程中，叶拓宏经常讲述圣经故事给心于听，更与他站在同一阵线。不仅一起剃光头，也陪心瑜吃喝难以下咽的营养品，到最后终于让心瑜奇迹似的从双癌中康复，这都是叶拓宏与妻女齐心合意照顾的结果。那种是为了女儿的这种生命的被拯救，我想她愿意做牺牲，那到我们去看她的时候，都已经本来是一个壮壮的父亲变成消瘦憔悴。他爸爸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对他的尽心尽力，包含了为了陪他度过生命当中的这个寒冬，把自己的头发都给剃掉，只为了陪女儿度过化疗。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一家人他们在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其实不是逃避，而是很坚强的想着办法说如何陪女儿一起去走过化疗的这一段。那我那时候看到爸爸那种坚毅，还有看到心瑜啊，他超越一般孩子的那种坚强，还有那种忍耐的能力，对，我其实是还蛮感动的。妈妈就扛下紧急重担，但是只要假期，妈妈就带着妹妹一起过来跟心瑜加油。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就是趴在骨髓移植病房的窗户上，整天就陪在那里，真的都很尽心尽力，然后还把心瑜治疗的过程每一天，然后每一次的注射，每一次的验血，然后都记录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包括景文，他也把心瑜他的日常生活写了10本的黄色笔记本，都是他对心瑜的爱。其实在孩子生病的过程当中，可以这样真实的经历神。讲了这么多的生命经历，现在经历这件事情的女主角来了。心瑜你好，你现在国中几年级？国二。国中二年级哈，哪个学校？高雄市立德国中。高雄市的哈，立德国中。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生病跟治疗那个过程吗？记得，但是很多人问我说会不会很痛苦，但是我就说因为我还小什么都不懂，然后就配合去做，所以就这样子，所以都不会有什么感觉。如果可以忘掉真的是恩典，最怕就是天天做梦都梦到那一段哦。所以你看这又是一个新的恩典，对不对？这又是一个新的恩典。好，那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还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有多少时间你是没有办法在学校念书啊？3年左右。有三年，妈妈是三年半、三年半的时间。对，可是她后来再重新回到学校，一点都没有落掉哦，而且还得奖。哇，你真的好棒。不过这过程你要特别感谢什么人？感谢爸爸妈妈还有上帝。然后得奖的话就要感谢同学和老师。对哦，还有很多医护人员真的也很照顾你，对不对？他们真的是非常照顾他哦。不知道他在其实整个治疗结束之后，因为治疗的过程，所以其实有一段时间他的身体不太好。
2010年的时候，他突然就开始身体有一些微烧的现象，就是都发烧，但是不高，温度不体温不高，然后他开始出现就是，手脚会肿痛，然后走路有困难，甚至曾经就是颈部不能转动，然后吞也没办法吞咽。然后那段期间，他的状况就是变化多端，所以这是免疫系统的失调，失调是不是？对对对。不过感谢主，现在其实也都治疗，对，都结束哈。那其实新有一个妹妹，对不对？对。差几岁？将近3岁。不过在那段时间里面，大家的主力都在照顾新宇。对。那妹妹呢？妹妹就是放在我的娘家。嗯。让我爸爸妈妈照顾他。你跟妹妹感情好不好？好。好好，很有把握住。好，那好像妹妹跟她，其实是很安慰姐姐的哈。对对对，她很贴心，也很，其实她也很爱姐姐。对，然后姐姐生病那段期间，她都必须自己待在阿嬷家。那托宏和我跟新宇，我们三个人就在医院。所以其实他是因为我们眼前有一个这么大的困难，只好就是牺牲他。一个难处，但是却反而让每一个孩子好像都成长得更成熟，对，更懂事，更成熟。好，不，我想对爸爸而言，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因为宝贝的女儿生病，爸爸有一个很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就是放下工作，有很长的时间，有8年。对，照顾的当中，我就发现到，就是说，我在体力上面，照顾新宇的话，因为他在治疗的当中哦，差不多如果是在化疗期间，1个小时就要帮他检查尿布，如果他有尿尿下去，那我们就要赶快把尿布换掉，避免感染。那在照顾方面，我体力好，那。而且其实细心度上面我也不输妈妈，那加上就是妈妈的待遇其实是比我好，所以你们是坐下来衡量了彼此的状况，做了一个决定，好，妈妈上班，然后爸爸去照顾。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你住在医院里面，对不对？对。听说他在做化疗的过程，因为会头发会掉，所以你就陪他剃光头。我有2次，就是，都是他要进移植病房做高剂量化疗，然后做干细胞移植的时候，因为他的头发就刚好都有稍微长出一点点来，那我就跟他讲说，爸爸陪你一起把头发理掉。起先他也是不答应，他就说那这样爸爸就会变丑了。可是我跟他讲，就是说没关系，爸爸就是跟你一起理掉头发。你要知道，就是爸爸一定会陪着你一起度过这些日子。爸爸好爱你哦，对不对？真的哦。所以你刚刚讲说他不答应，我还以为说他不要剃，他是说爸爸不要剃，对不对？爸爸不必替他去剃掉哈。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而在那个过程里面，听说在那146天当中，也有一些其他人对你们的作为是不以为然的。我不在乎别人的一些想法，我只觉得说家庭对我来讲是我最看重的，是家庭是要陪伴我度过这一生的，家人就是我每天所需要去依靠他们的，不只是说我成为他们的依靠，其实他们也是我的依靠，是彼此需要的，对对 对, 對、哦、请问其实常常看到很多的家庭，因为家里面有人生病，在照顾的过程里面，当然病患这个生病的人是很辛苦的，其实家属也非常辛苦，而那个辛苦有的时候难免让大家的情绪都会变得很紧绷，甚至会冲突。我们也看过有一些这样的家庭在陪伴亲人的过程里面，甚至后来就分开来。你们怎么走这段路？其实我们也算很幸运，因为我们都很爱这个孩子，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互相责怪或是争吵，所有的考量都是说怎样能让孩子好起来。很棒，你们走过这一段很好的一段历程啊！来，要谢谢爸爸妈妈一下，你要怎么样感谢？
谢谢爸爸妈妈照顾我陪伴我，谢谢你们很爱我。回来那天晚上我就跟他说，如果阿公现在还在不知道有多好。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说，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啊，因为每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很棒。最难的是这个部分，就是它的边，就是用刀子坑，然后再用墨水把它印上去。热爱设计与画画的心瑜时常有新的作品与创意点子，因着过去的经历而有超龄的成熟与乐观积极的态度，他不仅得到2015年总统教育奖的殊荣，一家人协力抗癌的故事更鼓舞了许多癌友的家庭。他们的说服力远远比我们医疗人员所讲的话更能够让其他的病童家属有同理心啊。因为我们已经有认识很多癌症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就是没有得医治，或是说父母放弃，因为父母看孩子受苦真的不忍心，所以我们希望做这样子的事情，出这本书，然后让很多人能够看到他们的见证，然后以他们的经验，心瑜是怎么样被照顾，然后这样的过程来鼓励更多的家庭，希望这些孩子不要被放弃，给他们重生的希望。当时啊，在课堂上他就有提到说他自己生病的这一段历程，其实鼓舞了非常多的孩子哦。第一个，有人是会为了人际关系烦恼啊，这个是国中生最常出现的状况。那看了他的例子，就是听到他讲，然后看到了他，就是觉得说自己是很幸福的，至少周围还有朋友，而不是需要关在病房里面孤独的等待。那医生是有提到说，因为化疗的关系，所以可能伤害了他非常多的，就是身体上面的器官或组织，所以他在身高这个部分啊，跟同龄的孩子比起来是比较较小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跟一般的孩子站在一起的时候，他并不会因此而怯懦。你可以看到一个镇定的孩子，稳定的孩子，一个有自信的孩子。每一家都有一些风暴，从来都不是人生一帆风顺的，没有一个人会是这样。没有一个家庭会是这样，但是我们怎么样牵手，让风暴反而使我们更紧紧地牵起手来，一起往前走，这才是家。走过这段历程，我知道你把你们走过的路出成一本书，你用一个很有意思的名字啊，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名字。爱来癌去，爱来了，癌症就去了。这是怎么样一本书？在医院这几年，我们看到有一些孩子，他因为没有得医治就走了，他的家人就必须承担失去这些还没来得及长大孩子的生命。对，那我们就觉得说，心瑜他那么小就得了两个癌症，那纵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历经很多的困难跟打击，但是现在心瑜他终于可以平安的在我们的身边。那我就想说，希望透过出书的方式，将心瑜这虽然很坎坷，但是到最后是好的结果的一个生命历程，出书来祝福许多还在苦难中的家庭。是，祝福你们这本书可以成为好多人的帮助。爸爸也很有意思，8年之后重新回到职场哈，最近就是今年嘛，对不对？今年回到职场哈，是怎么一回事？刚好妈妈的公司是在高雄炼油厂，那也在今年年初的是1月1号正式关厂了。那妈妈就没有工作，神就很奇妙带领我，也知道就是说要出去找工作了。那刚好教会也有需要，那我又担心教会的待遇是可能没办法支付我们一个家庭的生活。所以牧师也说，那好，那不然你也出去找工作看看嘛。
那有一家公司就通知我去面试，然后也真的有录取了，这是一家上市的公司。嗯，我知道，社会上这个工作对我的未来，我们的家庭都是会有可能有更好的一个帮助。可是我愿意为了神这样子做，因为我曾经得到他的帮助实在是太多了。嗯，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你选择在那个选择的过程当中，我宁可放下那些来服侍神。我相信神悦纳你这样的一个心，所以神也给你一个很好的奖励。今年你回到教会去侍奉全世界的这个服侍神，那另外一方面你得到一个很棒的奖，叫做模范爸爸。其实我觉得是不太配得，因为所有的获奖里面就是父亲里面就是我最年轻的，因为我觉得模范父亲应该是要很年纪资历更深一点的。对对对，那我觉得说我得这个奖似乎好像是太年轻了一点。你看上帝也很给你一个鼓励，就是你过去这么多年的时间在孩子们上付的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是值得的。你也很棒，你得到的是总统奖。这个奖就是在给一些逆境向上或是肢体上面比较有障碍的同学的奖。有是高雄市的模范爸爸，有全国的总统教育奖，哇，都在你们家，你们真的好厉害，好棒哦。这个孩子走过这样的一段路，跟其他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其实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变得比较特别，应该算很极端。极端的一方面是说他很成熟，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很单纯。因为单纯的部分可能就是说我们在医院的时候就托荣和我就全心照顾他，所以他比较少跟别人相处，所以他就是还是很撒娇。那成熟的方面是他经历很特别的遭遇，所以他在思想方面他就比较懂事，是，对，很贴心哦。对，就是他会还会安慰你。嗯，当几年前你失去父亲，就是因为我爸爸他也是癌症走的。那在他走的不久，我们全家人就安排一个旅游，我们想说就是陪妈妈出去走一走。然后回来那天晚上，我就跟他说，如果阿公现在还在，不知道有多好。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说，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啊，因为每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就会有不同的结果。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很棒。你看，我觉得走过的那段路真的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听到他们一全家的这个见证，我都觉得哇，前面真的是提的心，觉得好舍不得哦。但是后来看见真的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来，最后每一位都给我们有一点，我想也许有些家庭跟你们一样正在面对当年的那些困难，给他们一点鼓励好不好？爸爸，就是无怨无悔的用爱来付出，相信用爱去做每一件事情一定是会产生一个最美好的一个结果出来。来，你呢，心瑜？要有信心。要对自己所希望的事坚持下，坚持下来，有信心。哇，爸爸讲爱，你讲信心，那你要讲盼望了。对，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即使曾经真的很悲伤、很绝望，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上帝，才给我们盼望。那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心瑜他的脐带血、心瑜的医疗保险，还有最好的医生。我相信这都是早先我们还没认识他之前，他就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的领受他很大的恩典，知道他确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真的非常希望许许多多在苦难中的家庭能够敞开心来认识上帝。真的，上帝祝福你们继续将来的路上，一辈子心瑜要做一个快乐的孩子，因为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么多特别的恩典，也希望你们的见证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谢谢你们。
看到馨宇可以坐在我们的摄影棚里面，健健康康的、开开朗朗的接受访问，心里真的好安慰哦。我觉得每一次访问一个家庭，陪他们走过这一段生命的高山低谷，好像就像他们的，就像亲人一样哦。所以，听到这个孩子在那么小的时候，一次癌症，两次癌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个那么小的孩子要接受那么长的治疗，然后要被隔离那100多天，真的好舍不得。我想对很多做父母亲的人，你一定能够同意我说，最无助的事情莫过于看孩子生病。我很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他功课不好，我想办法帮他补习，他这个人际关系不好，我想办法家里请客，把他朋友找来，我们帮他调整。他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觉得说啊，那我就想办法替他解决嘛。可是生病这件事情，对很多的父母亲而言，真的无能为力。医生说要打针，你可以跳出来说不行；医生说要开刀，你可以说我不开，你没办法，你只能说好吧。怎么办？医生说要隔离，你知道医生这样讲，我就只能这样做。虽然我很舍不得，我怎么舍得让一个这么小的孩子被隔在那个房间里面，只能隔这个玻璃看看他，我真的很舍不得。可是没有别的办法。父母亲在面对一个很深的无助。当人生在一个无助里面的时候，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是抓住一点希望。抓住一点盼望。你还记得吗？拓宏他们夫妻讲说，那段时间里面他们到处去，他们觉得啊，才小孩那么小，我不要给他们做化疗，所以把他们抱回家。那么我抱回家，可是总要有做点别的啊，所以什么秘医，什么样的单方，什么通通都去试，花了很多的钱。他们说被骗了很多钱。我相信更严重的不是那个钱被骗掉，而是花了这些钱却没有果效，可能情况更不好的时候的那种，那现在该怎么办？然后他们到处去求神问卜，那求神问卜，很多人讲那不过就是买一个心安，但是如果买来的心更不安怎么办呢？他们非常非常挫折的是，当他们去求神问卜回来之后，说这个孩子会死，而且不但会死，他将来会下地狱。不但会下地狱，而且我告诉你，是因为他前世欠了很多的债。我这一辈子欠债，我卖房子、卖血，我甚至卖器官，我要还。可是我上一辈子欠的债，你叫我怎么办嘛？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但是谢谢主，你还记得吗？拓宏他们夫妻讲到说，他们第一次接触到基督徒，那些人来为他们祷告，在那个祷告当中，其实是非亲非故的一些人，在那个祷告里面给他们最大的不一样的感受是什么？是温暖，是爱，是盼望。这些基督徒不是告诉他说，你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事，你会惨了，你会被刑罚，你会被管教，而是神就是爱，在爱里面有极大的恩典。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拉法，他带着医治的能力。我好喜欢圣经里面讲的爱里面的一句话，说爱是凡事盼望，有爱会带来盼望。神就是爱，在他里面有盼望。人的生命里面真的很需要的就是从十字架救恩而来的盼望。是的，我现在有软弱，我有问题，我有难处，但是这一位神，这位爱你的主，他因着爱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在十字架里面，他付上代价了。是的，我做错一些事，但是他为我付上了那些代价，以至于在他里面，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是多大的一个盼望啊！谢谢主，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真的经验今天这个当年被宣布说他就会死的，马上就会死的，而且将来会下地狱的这个孩子，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健健康康、开开朗朗的来到这个摄影棚，坐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分享他的人生。谢谢主，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真的是有盼望的。
我为你祷告好吗？如果你也正在面对一个很深的绝望，我不知道你的绝望是什么，你的绝望是跟这个孩子一样是生病吗？你的绝望是婚姻吗？是财务吗？是人生吗？甚至是对自己吗？我在预备这一集的分享的时候，里面一个很深的感动，我们中间有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更深的一个绝望是对自己，你对自己非常失望，失望到绝望。但是我要告诉你，神是爱，他认识你，他知道你，他让你看到这一集的真情部落格绝不是偶然的，他要带给你从十字架的爱而来的盼望。我为你祷告，主啊，我求你自己施恩。有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真的很绝望，但是谢谢主，转眼仰望神，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最深的黑暗有光，最大的难处有解答，因为在你里面有盼望。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试试看，来到上帝的面前，打开圣经来，走进教会，认识这一位带给你生命无穷盼望，在十字架上为你付出生命赎价的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他爱你。